是可以，可以不再去感觉，我已经分不清是悲是喜，再多的温柔，再多的情意，只是一张美丽的面具，是不是能够把一切忘记，让昨天锁在我的心底，不再去回忆，不再留恋痴迷，不再留下一丝痕迹。是不是我决定了，不管你答应不答应，我要带立新走。法律上的事情张律师会全权处理的。立新走。瑞和，你不能离开。你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。如果说你还是个男人的话，我不管你的律师有多么的神通广大，只要我不签字，这个婚是离不成的。法律不会保障你这种不负责任的丈夫。我可以告你遗弃。我实在不在乎你在告我什么。事情已经坏到这种地步，你爱怎么样随你便。立新，我们走。爸爸，不要跟妈妈吵架，不要跟妈妈离婚，不要像陈小龙那样。立新。妈妈，妈妈。立新，乖，乖，听话。爸爸跟妈妈的事情你不会懂。我们要走了，再不走飞机就赶不上了啊。妈妈，你要跟我去。立新，乖，不要吵。妈妈没有空啊，你再吵爸爸就不带你去了，走啊。我婆婆身体不太好，她要有人陪。你婆婆身体不太好，我看她好得很啊，而且她整天盯着你，说好听嘛，她是对你呵护备至；说难听嘛，简直是监视嘛。依琳，拜托你小声点好不好？怎么，连在家里讲话的自由都没有？哎呦，你还真受得了！我觉得你像一个笼中的金丝雀，笼子虽好，羽毛也漂亮。可是别人看起来真可怜哦。婚姻是我自己选的，是好是坏，是天堂是坟墓，我都没有怨言。我只有尽心尽力地维护这个家，我要给孩子最好的一切。我现在什么都不求，我只求做一个好母亲。真服了你！如果老天有眼，他应该给你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还有天理吗？依琳啊，
你在这里还住得惯吗？我不希望你受到委屈。反正我是恶名在外嘛，人家怎么对我，我就怎么对人家。不过你婆婆跟你老公对我还不错啦。你住得惯就好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对了，姐，你不是要帮我介绍一份长期的工作吗？怎么样？你既然那么有兴趣，我就去催催对方。反正他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一定会帮忙的。不过，你一定要收敛你的脾气哦，不能再闯祸了。我知道，而且我现在的脾气比以前好多了吧？嗯，这倒是实话。好几年不见了，你也长大了。哎，过几天我们去看看妈。其实我也很想念妈跟碧妈。这样子好了，我们明天就去看他们，好不好？明天。啊，你们这姊妹两个不睡午睡的。妈，你要好好休息。怀孕的人呐，就怕劳累。妈，你要不喝茶？我不喝。像这种刺激性的东西，什么茶呀、咖啡呀、酒之类的，你也不能喝，沾都不能沾。对了，刚才我听你们商量着要到哪儿去啊？伯母是这样子的，我跟我姐姐想说明天到台中山上去看我妈。听说你跟你家里失去联系好几年了，现在要团圆了，真应该回家看看你母亲，免得她挂记你。那么说伯母你是答应呢？本来呢我是应该让怡云陪你一块儿去的，可是她刚刚怀孕，怎么经得起坐这么久的车呢？伯母，其实我姐姐从小在乡下长大，她身体好得很，而且现在观念跟从前也不一样。医生都希望孕妇啊多运动，多出去外面走走，呼吸新鲜的空气，这样对胎儿，而且你又生出来小孩子也是健康宝宝。我是个老古董，跟不上时代，不过我完全是为了怡云好啊。那天你是亲眼看到的，幸亏晕倒在家里，万一昏倒在路上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妈，我了解你的顾虑，我不去就是了。姐，姐夫，陈翔，怎么那么早就回来？我正想麻烦你帮依琳买明天早上的车票。你跟我回房来，我有话问你。陈翔，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啊？告诉妈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是不是这本杂志上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啊？啊？商场巨子，名服装模特，跟小歌星之间三角关系。叶氏姊妹同时爱上了商场文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将指名道姓的登在杂志上，还有照片为证。老天爷，你让我们陈家脸往哪儿搁呀？你们这姊妹两个，你们依云依琳，你们未免太过分了。简直胡说八道嘛。伯母你也知道，像这种小杂志他都随便乱写，捏造新闻的啊。这会是捏造的吗？难道照片也是捏造的吗？无风不起浪，陈家这是做了什么孽？怎么会有你这种媳妇？妈，你不要生气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还有脸跟我解释？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陈翔真是瞎了眼。妈，事情不是像杂志上所说的这样。我不要听你说，你别跟我说，我没你这种媳妇。啊，妈妈。走开！不要叫我，妈，不要叫我！不要碰我妈！看你把我妈气成这个样子，想把她给气死啊！妈来，回房休息去。小心一点。太太，我
东西整理好了，要不要检查一下？还检查什么？这个你收下。谢谢。立新从小就是你带大的，你在我们家里这么多年了，我很谢谢你。这里面有这个月的薪水，我还加了三个月，就算是我一点心意。谢谢太太，那我走了，再见。他们都走了，所有的人都走了，只有你陪我。为什么他们都不知道我为了这个婚姻付出了多少心血？都没睡啊，啊！你喝酒了？我去参加一个应酬嘛，这好热闹的应酬啊！我一个人就喝了一瓶 XO 哎，我很会喝吧？啊！我真没想到，我酒量这么好啊！我太不了解我自己了，我不了解我自己的事情还很多。陈翔，陈翔，你醉了，我扶你到床上去。醉？我才没喝醉呢，我还可以喝一瓶哎。哎，你好像不相信啊？再喝给你看，啊，酒，酒呢？儿子，别再这样糟蹋你自己了，陈翔，别让你妈伤心死啊！陈翔，到房里去睡一会儿吧。走，姐，再也不要看见。今天晚上，大家都在我背后指指点点。你真行啊！啊！让我一夜就成名了，每个人都用好奇的眼光看我。你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看我？啊？他们看我陈伯仁头上有没有戴绿帽子？陈翔，陈翔，你到房里去躺一会儿好不好？一会儿不好。你走开啊！你走开啊！
姐夫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姐姐？她还怀着孩子，你这样做太过分了嘛！孩子，孩子，天晓得她怀的是谁的孩子！老老实实的告诉我，怀的是谁的孩子？是不是张磊怀的？姐夫，你不应该怀疑姐姐，你不应该相信那边混账报道。我妈说的对啊，啊，无风不起浪，我实在是很怀疑。陈翔，你真是个混蛋！姐，你给我回来！你给我回来！算了，让他去，陈家没有这种伤风败俗的媳妇。还好现在我们有这个地方住，不然我们两个就要流落街头喽。姐，不要想那么多嘛。都半夜了，你也该睡了。跟我折腾了半天，你也够累了。我现在哪睡得着啊？姐，你就在这边住下来，不要再回陈家，受你婆婆跟你老公的气。有什么了不起？大不了我再去唱歌。养活你跟他，依琳，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处理，你不要担心。依琳，你绝对不能再去唱歌了，你好不容易才脱离那种环境，重新做人，对自己要有信心，你会有光明的前途。好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的是小问题，最主要是你。姐，你对自己有什么打算？哎，姐夫今天晚上讲的话真让人心寒。他平常很会掩饰自己，现在酒后吐真言，说出他自己心里的话。哎，我在歌厅里面打混了那么多年，什么样的男人都看过，总归一句，男人都是自私的。我现在才真正明白，原来幸福是这么难寻。我到现在才真正感受到月恒所受的苦，所付出的代价绝对超过我。这么多年来，曼青始终怀疑他，冷嘲热讽，争吵斗气，那种滋味，没有深受其害，实在是无法体会的。姐，你还爱着张大哥吗？我跟瑞恒的那段情，已经完完全全的成为过去了。我只想一心一意地做陈家的好媳妇，做陈翔的好妻子。我知道幸福得来不易，必须要付出，必须要忍耐。可是我所有的努力，姐。
昨天晚上醉得就像滩烂泥，怎么扶都扶不动你，只好让你睡在沙发上了。头疼是不是？来，我给你特地熬了碗参汤，喝下去你会舒服一点，以后不要再喝这么多酒了。易云人呢？他昨天一夜没有回来。该死！哎，你要到哪儿去？难道你的酒还没有醒啊？我要去找易云。哎呀，你不必再去找他了。妈，陈翔，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当机立断，跟他离婚。离婚？妈，你不要开玩笑好不好？我不可能跟他离婚的嘛，而且他现在正怀着孩子啊。连你自己都在怀疑他怀的到底是不是我们陈家的骨肉。如果说他真的怀的是别人家的孩子，你能容忍这种事情吗？妈，是我昨晚喝酒喝多了，酒后胡言乱语，我连我自己都不晓得在说什么。妈，就不要相信我那些胡言乱语的鬼话了，好不好？儿子，你是我生的，是我养大的，你的性格，你的心思，难道我还会不了解你？我知道你很爱依云，你爱他可以容忍他的过去，但是这并不表示你就不计较他的过去。如果说他自爱，做个安分守己的好太太，那你们这个家庭也就不会再起风波了。说真的，我这个做婆婆的倒是真的喜欢他，我一直希望这个家里能够和和乐乐的。可是你看，你们结婚才多久啊，他就闹出这么一大串事情来。儿子，我可是把话说在前头，如果他真有红杏出墙，他怀的是别人的孩子，即使说你能容忍这种事情，我这个做婆婆的可容忍不下，陈家的祖先也容不下这种伤风败德的媳妇。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怀疑依云，我不应该胡说八道，因为她的确是个好媳妇儿、好妻子。自从结婚之后，她不是一直在尽心尽力的做吗？我真该死，我不应该对依云一丝一毫的怀疑。我错，我根本就不应该相信那个鬼报道。如果自己行得正、坐得端，人家会捏造事实来重伤他吗？你别让他迷昏了头，是非都分不清楚了。妈，是非我分得很清楚，我还是找依云去。陈翔，妈，我们夫妻这件事情我们自己解决好不好？你就不要再插手了，免得日后闹得不可收拾啊。哎，陈翔，你。他真的没到里面去了，哎，该找地方都找遍了。我知道，其他几个地方我去试试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有他的消息的话，麻烦你立刻通知我。好，谢了，拜拜。
那就拜托你好好照顾我妹妹了。谢谢你啊，哎，再见。姐，看你眉开眼笑的，跟谁通电话？跟前两天真是判若两人。跟石导演啊，他说你的工作没有问题，叫你到片场去试几天，等一切都熟悉了之后，就可以正式上工了。真的？哇，这是什么黄道吉日嘛？一大清早就有这种振奋人心的好消息。姐，这下你就不必担心，我去赚钱养你，你就靠我啦。我又不是七老八十，没有谋生的能力了。依琳啊，我昨晚上想了一夜，我决定还是要靠自己的能力重新创业。你总算想通了，你那么有才华，又那么能干，又那么有名气，何必埋没自己呢？哎，来来来，你看我的计划。哎，你看怎么样？我最熟悉的还是服装这一行，我决定投资做百货公司的服装专柜。好啊，就你老本行最好了。姐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各自好好的努力，为自己闯出一番天下。好，来。谁呀？我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还会有人来？谁？姐。虽然我找到你，这几天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听到依琳的住处。依云，跟我回去吧。你对我的伤害已经够深了，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。依云，你不要把我的酒话当真好不好？那天晚上我的确说了一些乱七八糟莫名其妙的话，我知道那些话都刺伤得到你，可是我也受到了惩罚。这几天我不吃不睡，像发了疯一样到处在找你，请你原谅我，跟我回去好不好？猜忌、怀疑是婚姻的致命伤，这道伤口已经深深地烙在我们的心上。你回去吧，我需要一段日子好好的冷静思考。你难道就不能原谅我一时的过失？这不是原谅不原谅，也不是一时的过失，而是埋在你心里的炸药终于爆炸出来。你说出你的真心话，也说出了对我的怀疑，我什么都可以忍，唯独对这件事情，我们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尊重和信任。我不相信日后我们还能够这样的相处，还有美满幸福可言。你回去吧。依云，你为什么这么残忍呢？残忍的不是我，是你。请你离开这里，我需要安静，你不要再来骚扰我。大清早你发什么疯啊？我是疯了，我是疯了，我是疯了，我真的跟你没完没了。干什么？我真的跟你没完没了。报告。哎。
么是你啊？哦，我打电话到你家去，没有人接，我怕你会出事，过来看看。你以为我会自杀？或者不会的，我江满清不会做那种事。我碰到的事已经够窝囊了，我不会再制造一些。还是你有气魄，别的女人呢，早就一哭二闹了。可是我看你非常的平静，你跟瑞兰不一样。瑞兰怎么了？她简直不可理喻。怎么回事？他要是能有你一半的度量，我就好了。哎，这瑞恒也真是的，不但不满足，还要跟你离婚。你打算怎么办呢？瑞恒的律师打过几通电话找我，我看他这一次是坚持要离婚，而且不惜一切的，甚至上法庭。他的态度这么坚决啊？哎，我听说叶依云跟她的丈夫也闹得不太愉快，好像已经搬出来住了，可能也会离婚呢。会不会他们两个说好了，各自离婚以后带着利息远走高飞啊？哎，大嫂，你千万不能放弃啊，这样太便宜他们了。等瑞恒回来再说吧，我不想我们之间的问题让律师介入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呢？说去两个礼拜，还剩一个礼拜了。大嫂，坚持到底，你放弃了你就失败了，而你不应该是一个失败者的。谁啊？我那个姐夫。怎么，要不要这样上来？不必了。是真的不必还是假的不必？不要口是心非哦。依琳啊，来，你要不要看我的开业计划书啊？好啊。我已经找到几个合伙人，都是我们服装界的朋友。依琳啊，你明天就要上班了，要不要准备几件衣服？我晚上陪你去逛街吧。我那个班呐，女人当男人用，一件 T 恤一件牛仔裤就够了，穿太漂亮，人家还觉得我作怪。那你喜不喜欢这份工作？当然喜欢，棒极了，我觉得最适合我不过了。你喜欢就好了，我还怕你不喜欢。你的指甲油借我擦。我来帮你擦。好啊。哎呀，姐，你看你擦成这个样子，你就不用擦了，你心神不宁，坐立难安。干嘛嘛，不要胡说八道的。我再帮你擦一遍。不要擦了。
生啊，一定会下很大的雨。姐，要不要下去看看姐夫啊？说不定啊，他在外面淋雨哦。我去好了啊，我去。去啊！还害羞不成了？赶快去跟我姐道歉。嗯，你们两个也真是的。哎，进去。你原谅我，你要是再不原谅我的话。我真的会发疯的。依林，跟我回去吧。依林，我觉得我还是住在这里比较好。怎么，还在生姐夫的气啊？有什么气好生的？该生气的是姐姐，不是我。她都不生气，我还敢生气吗？不过说真的，发生这件事以后，我再去住你们家，我心里也觉得怪不自然的。我一个人住在这里自由自在的，也不是挺好的吗？可是依林，姐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再不告而别。这么多年在外面漂泊，无亲无靠的日子我也过怕。我们可以随时通电话，你也可以随时来看我，这样不是更好吗？我是担心那个黎明红啊。他跟恶劣的事情都已经做了，我就不相信他还有胆量来招惹我。你真的那么有自信？当然，我也不是好欺负的，我会自己保护自己的。对不起。姐，赶快跟姐夫回去吧，再蘑菇下去啊他就感冒了。依林，你要想来我家住的话，我随时欢迎你。那我们走了。再见。天气能把你接过来，依云，之前你不在家的时候啊，我觉得好像过了一个世纪一样。妈，我把依云接回来了。妈，回来就好。哎呀，你怎么淋了一身湿啊？我还得感谢这场雨呢。赶快去泡个热水澡，不然会感冒的。我去给你放洗澡水。妈没有发现。嗯，你快去洗澡，我去帮你拿换洗的衣服。你怎么还没去洗啊？妈，你妹妹妹妹依林呢？他不回来了，他想自己住。哦，这两天你都是住在他那吗？是啊。你们结婚的时候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这桩婚姻是福是祸，就完全看你的表现了。哼，你果然表现得很好。妈，对不起。夫妻吵架，本来是微不足道的。你偏弄翻了天，让陈翔像疯了似的到处找你，才两天的功夫，整整瘦了一大圈。
做妻子的，别仗着丈夫宠爱就任性骄纵，随随便便离家出走，富有妇德，你母亲难道没有教你吗？既然你们夫妻已经和好了，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。我还是那句老话，你要自爱一点，好自为之，别到处惹是生非，搞得这个家里鸡犬不宁的。吵吵闹闹的干什么呢？爸，自从他明目张胆在外面养女人，我怎么劝他也劝不醒。妈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。好啦，别老是哭了，到底还有我们两个在。子珊，你这样子太不应该了，你看瑞兰哭得这个样子。子珊呐，有没有这回事啊？爸，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好不好？男人在外面交际应酬、逢场作戏，这理所当然的吧？你也年轻过，你一定了解。可是妈就不会为了这种事情跟你吵吵闹闹、天翻地覆的。你放肆！你太放肆了！爸，我不是故意冒犯你，我是就事论事嘛。他这样子一天到晚跟我吵，吵得我烦死了。张振森，你欺负人欺到头顶上来了。你用我们张家的钱在外面养女人，然后说我胡吵瞎闹，你简直禽兽不如，你连条狗都不如。你再说一遍，你敢再说一遍，我就撕烂你的嘴。搞清楚，不是我江子森用你们张家的钱，那是你们张家每一个人都在靠我江子森。要是没有我，你们张氏企业早就垮了。子珊，你竟然说这种话，竟然说这种话！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出去！你，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江子森，让你呼之即来挥之即去。你要我滚，那还要看我高不高兴。你。义父，你，义父，义父，爸，义父，你给我滚！爸，滚！爸，现在为您插播一则新闻：泰国有一艘观光船，今天上午出事翻覆，伤亡惨重。船上的乘客大部分是来自台湾的观光客，已查出的部分名单是。陈光宪、周丽杰、夏云生、赖建华、张瑞恒、张立新、郑斌、刘莫林，详细的情况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报道。下面请继续收听。是徐瑞跟立新。Thank you.
刚刚听到消息，泰国有一条船出事，出事名单上面有瑞恒跟立新的名字。瑞恒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现在情况怎么样？详细的情况不清楚。我岳父听到这个消息，已经二度中风，又送医院去急救了。妈，喝茶。好，依云呐，你也坐下来歇会儿吧。其他的事情让招娣一个人做就好了。你们小两口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？妈，事情是这个样子的，依云想跟我几个服装界的好朋友啊，合伙开个公司，专门经营百货公司的专柜。他的企划书呢，我也看过了，我觉得可行性很高啊。我知道，依云待在家里是埋没他的人才，可是他刚刚怀孕呢，在这个时候就出去奔波劳碌，我认为是不大妥当的。妈，现在有很多职业妇女有了身孕之后，照样在外面工作，而且我认为我可以应付得了。对。是有很多职业妇女怀了孕以后还在工作，那是她们没有办法，被生活逼迫的。可是你不一样啊，你的环境不同，你大可以在家里舒舒服服做你的少奶奶，要想做事，等将来孩子大一点再出去啊。陈翔啊，把电视打开，咱们看看新闻吧。哦。依云。啊。帮我再兑点开水啊！好。巴西有世界最大的湿地，差不多是半个法国的大小。但是这儿的自然生态，你就想想出去做事的话，干脆就让他出去嘛。巴西电视台的记者，我这个做婆婆的不是专制霸道，要干涉他的自由。就是整说穿了，还不是为了你好？你看看。他现在突然又要出去做事，你知道他心里打什么主意？我是再经不起那什么杂志事件。陈翔，你可要顾虑周全，人要脸，树要皮。我们再也不能做出一点什么丢人的事。野生动物基金会和巴西政府共同拟定了一项计划，一方面以人工的方式饲养鳄鱼，以供商业上的需求。泰国的一艘观光游艇今天早上在一处旅游胜地翻覆，船上的乘客名单是陈光宪、邹丽杰、夏云生、赖建平、张瑞恒、张立新、郑斌、张宏文、方登廷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瑞恒和立新究竟遇到什么样的灾难？他们父女俩会有什么样的际遇？怀了身孕的依云受得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吗？各位观众，紫色的梦将进入最高潮，明天请准时收看紫色的梦。是不是可以不再去感觉我已经分不清是悲是